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呢，依然由我和刘晓光老师为大家讲解第12届畅棋杯中国围棋公开赛复赛的第二轮。那么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这盘棋呢，是一位老将周贺阳九段对年轻的小将范昀若四段的一个对局。那么我想刘老师，您应该对周贺阳非常熟悉。好，是的。嗯。这场比赛我在现场看了，嗯，这个战斗得很激烈，所以我也给大家来，这个谈谈我的感想。对，这两个人我刚才说了，一个是老将，一个是小将，因为他们之间的年龄呢相差了20岁，但是周贺阳呢最近呢战绩也不是特别突出啊，所以这个畅棋杯啊，他能下到复赛的第二轮，只要这轮能赢下来，他就将进入畅棋杯的本赛了。所以我们也为他加加油吧。好，好，下面先来看棋。这盘棋呢是由范昀若执黑先行。对，白棋是周贺阳。对。二连星。是的。对。然后挂角。挂角。这个一间地加手脚，这种是长套子，是吧？对，经常有的。很常见哈。然后小飞。对。这个棋局是一个曾经有一段啊，比较流行，啊，这个优劣很难说，应该说，走大形式的棋啊，可能比较喜欢这样的布阵，啊，一般这样的布阵呢，容易战斗，是吧？现在白棋走，白棋呢，这面是一个好点，那么挂角也是一个好点，这个都是可以选择的。那么如果说白棋选择上面挂角的话，比如说这样挂，对，假如说这样啊，黑棋应一个，对，可能是这一类的或者这个啊，这样的都有可能。然后黑棋有可能这个啊，就拆过来，这是一盘棋，是吧？这是一盘棋。那么看起来这个下法就是黑棋以经营自己的模样为主，是吗？这就拼模样，到时候难免会战斗。喜欢大模样作战的。这可能会喜欢这样。这个好像是黑棋的，应该是可以选择的一个可以选择的一个方案之一。那么现在白棋是往这边走。对。拆二也有拆这个的。是。这个也很多啊。他现在拆的这稍微有点不同，但是大方向差不多。这是都可以说也是一个差不多选择。现在是挂角。对，挂角，这是必然的，我觉得是要走的。然后白棋小飞，小飞，这个时候黑棋有几种选择，有这个，有这个，那么实战呢，那么黑棋是选了这个。那么假如说黑棋在这一带选择这样下的话，是不是白棋马上考虑要进去呢？也有点三三，也有挂角，都有或者点三三或者挂角，这是一个，这样下的话，我觉得好像这个战斗还是，没有那么激烈了，至少好像还比较平和一点。这是一种大形式作战的一种方略。这种就是武功比较喜欢这一类的，是吧？是吧？武功喜欢，全都是心味。武功他对这个比较那个什么，但是这个呢，就是没有毫无影喜欢实力的可能会，我。要是这个我也很喜欢这样的喜欢这样小飞一个在这儿小飞一个然后先守个角如果走那个呢很有可能比如走这可能点三三走完大兴兵士之后对白棋再往中间一走破大概那是长套子现在小飞这个都各有就每个人的选择不同看着自己的爱好而已对啊现在看星位好像就是两边星位张开的话这个下法已经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喜欢好像星位拆完了这边比如说一个小飞然后再拆一个这样的下法好像逐渐多了起来感觉哈好这是布局啊布局各有各有所好吧现在又来一间地加看来对这个比较喜欢啊一间地加他走了两个对都是一间地加现在对于那个第一间地加呢黑棋直接的进角直接的进角黑棋除了小飞以外有没有别的下法比如说跳起来怎么样您觉得跳起来一般的情况可能是白棋往下跳他不愿意让白棋跳这个是这样他害怕接下来黑棋就不太好走如果说从这边夹击这也是一种应该说这也是一种下法跳出来也有走在这里的这个
很难说，就是现在的人呢都比较喜欢实地居多，到最后还是比较喜欢实地。哎，像武功那样的纯粹的大模样的少。是的。哎，所以就飞在这里，他希望你尖三三的跳出来呢。嗯。觉得这样，可能是他的预想图。那他等于说二路飞着了一下，飞着一下，本来这下飞不着，飞着一下，白棋要跳下去。是的，是吧？在那。这个呢，如果当坐活的时候爬一下，嗯，会比较舒服，他喜欢这样的。哦，哎，这个我记得罗喜和很喜欢这种飞完跳，我记得他经常有，哎，每个人爱好不同啊。那么现在呢，就是在飞的时候，这个时候，哎，有一些变化了。对，嗯，白棋实战下的是这个小尖，对，在这儿直接挡是吧？嗯，然后扳住，扳住，对，然后呢是拖一个，拖一个。这个下法好像近段时间还挺流行的，看挺多的，立下来，立下来。把这个脚给拿住，嗯嗯，这是也经常出现的一个形状，嗯，经常是因为有的飞之后大概会形成一个这个局面，嗯，现在呢这个地方有个扳有个定型啊，对，但他们吃一个，他吃这个，吃在这儿，但接下来这一系列的下法是否已经就成为一种，大家都这么下了，都这样了，哎，基本上也就可黑棋多半是要跑出来，因为你不跑，人家提是先手，对，这个是不行，哎，这个如果是这样，一定得跑，提一个走这个，这个是白棋愿意的，对对 对, 对，白棋喜欢的，现在是黑棋因为争子有力，嗯，所以他跑出来，现在长争子有力，那么白棋肯定不肯这样打，这样打人家觉得太舒服了，这个是黑棋希望是这样定型，提，哎。嗯，不管是接还是飞一般是走这个，嗯，哎，这样是一个黑棋可能比如说在这个地方走一个，嗯嗯，哎，这是黑棋的预想图，对，这个脚很大呀，啊，看起来，把那个先脚拿住，是的，可能是黑棋比较喜欢这样，没错，那么白棋不愿意，对，白棋不愿意，所以白棋这个时候呢拼命往下面打，对，这个就是一个复杂变化了，这是个复杂变化，现在争不掉，争不掉，当然争掉了，那就黑棋是那不能这么下，嗯，肯定是失败了，因为这里有一个子，他不能这么再强行争了，嗯，那只能说你跑出来求作战，他在这个地方自粘一个，这个有个扳进来，嗯，反正自己这里有个扳进来啊，让你黑棋去补一个，嗯，因为这个交换之后呢，总要交换的，嗯，交换之后他对上面作战会好一些，嗯，现在他在走这，不走这要加死了，对，所以必须黑棋是走在这里，嗯，就我在想，嗯，刘老师，这棋黑棋他如果不想被加死，他也可以走这儿，是这样倒是加不死了，嗯，那如果说这样的话，白棋接下来会怎么下呢？白棋啊，这个有可能是这一类的小尖是吧？小尖啊，那他只能长长一个，他跳一个，就白棋把头抬起来一点，也有可能是这么下一下，嗯，这样呢就是可能白棋希望这样吧，嗯，可能是希望这样，对对，嗯，那可能就黑棋觉得不太满意啊，这个被人家头抬起来不舒服，有可能，所以他要寻求一些好的下法，是在这儿，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局面，这个是黑棋压一个，是普通的拐一个，好长，对，黑棋再压了一下，再压一个，我自己看研究是白棋扳一个是可以成立的，现在就扳是吧，应该扳一个，退一个有点软弱，这个退软弱了，应该扳起头，那扳这个的话怕不怕黑棋要断了呢？对，如果走这个，如果走这个啊，嗯，他打一个，打一个他立，对，那这样似乎不太行，这先打掉吧，对，打掉，是，然后再拐出来，对，这个扳好像，您现在单扳一个，对，这下好像黑棋要麻烦了，这个黑棋必须卖这个，对啊，这如果不走的话，不管走哪儿，他走就一直顶，就这样，反正你早晚都得打这一下，大概是这样，再走这个，对，就。你再怎么样都要靠这一下打才行，是，嗯，这个地方有一个扳，这里有个扳，对，你大概是这样，可能是这样吧，嗯，你这面折腾完了，他这儿有个扳，你也受不了。这个棋是我怎么觉得是白棋优势啊？那肯定是白棋优势，毫无疑问。那你可以扳，是的，是的，可以扳啊，这个扳是成立的。
我的判断是成立的。这个棋搬是成立，那么那如果可以搬的话，对，为什么不搬呢？这棋挺麻烦的。贺阳不搬，我不明白，我也没问过他。这我自己的算路是可以的。搬的时候，假如说黑棋不能断，他，那他怎么办呢？他单挤回去啊？单挤啊？那好像也挺委屈的。单挤是不是？哦，单挤，我就算搬了，你侯一个，这个吃不住。但是我就算补一个，这个棋，好像这也要搬吧？也要搬是吧？啊，也要。反正这个头搬起来总是舒服了。是。应该是搬住。这个搬下后面就因为变化太多了啊。现在它实战是长的，这个我认为这个长完之后可能黑棋算便宜一点。对，坐着啊，这三子头觉得能搬住人家的话总是好的。对，黑棋紧着气，黑棋挤住它，这个紧着气通常这种形状是比较好看一点。对，这是正形。是的，但是为了气的关系，对，有气的关系，它是走在这儿紧着气。然后白棋拐，是，这个棋呢，对，点一个，很强硬，是的，这个是一个，叫形的要点，形之要点，对，就是刚才刘老师说的，如果说白棋搬到这儿的话，黑棋这个点就点不着了，点不着了，对，因为黑棋得忙着补角，补完角了之后，白棋轮到在外面下的话。那黑棋就下不到这儿了，这个是一个大型作战，大型作战，这个黑棋这个能够成立，你这个棋，你只能不要走这个也是不好，这个顶在金上，还是猴在这儿，还走这个，这个刚好能够成立，因为冲的时候它这个能挡那面征子不利，这个关键这个是很重要，如果那面是白棋的话就不同了，对，这里有一个硬来，然后再冲，啊、对，对，是。是，对，这个征子，然后我可还可以强调一下次序，对，先走这个，然后这样啊，对，然后等到长再打吃，这个征子特别关键啊，两边都不能死，你哪边死了都受不了。这个关键就是这个征子，先，所以因为有这个征子，所以黑棋来一个强手夹住，对，是吧？这是一手夹住，使得成功，使得成功呢，白棋那条路是不能走了，只能是。按实战这么走，实战我们看实战，所以白棋没有办法从那边冲不出来，他只能从这边冲，只能这样然后断，对，这个棋就是一个黑棋钻一下，钻一下让白棋有点不舒服，对，黑棋这个棋如果走这个被他再打一下很不舒服，对，你如果接的话人家顺手再把你长了也，或者不长也行，不用长，不长也不走这个，或者粘长或者怎么样，这个棋就说黑棋还是很成功，这是黑棋的理想图，你大概还得补，对，哎，要不然被人家下去很不舒服，对，补一个这个值得都可以，都可以，这都可以，这样的话你让黑棋就很好了，他这个走一走你还没有活，这是黑棋的理想图，对，当然这是最好的啊，对，那么黑棋还白棋还得忍耐，他是没有走的，对，这个地方是很复杂啊，白棋单粘，对，单粘，因为你先打哪个，不管打完了哪个，你这个打的子打这儿的话，人家把你从这儿争了，打这儿的话，人家断打把你这个子争了，你怎么都是被吃掉的，都不要走，刚才。邱老说这一打走，你要走这个，然后被人家抢掉了，并不便宜，这两个打，是的，所以保留为好，保留为好，形状上感觉黑的还可以啊，对，那么黑棋呢也没有说很俗的去打他一下，因为他打吃完了，你还是有断点要补，所以呢干脆就单长一个，如果说你如果说是白棋长这个，就等于说你是打就等于说他拐、那个、就是说比较强，打也可以考虑，就得反正比较强啊。这个 打完了也得接回去。打如果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我认为这个打一个能打着，当然也可以。是吧？打了他可能反击，大概是成为这种手段。打是可以考虑的一招。这个长呢就拼命了，大家走这个了，是吧？实战黑棋长，然后黑棋搬了。搬对，在这儿。这就是形成的作战，黑白棋也很强啊，因为这里有断打。这个棋是一个作战棋，作战棋，就看谁力量大，这个拼力量了，
黑棋呢，这个它有现在这个时间段，有两个选择。嗯，有两个选择。哪两个选择呢？哎，是正面打是不行的，因为往这儿走不行。嗯，这个长在这儿呢，这个地方要争，可以考虑一个选择。哦，长这个。这个。那长这个白棋得补底一下吧？不，白棋打断。就断打跟断打。那、转换吗？转换。哦。对。长。把这个争了，给弃子。然后他把这个吃了。把这个打啊、打掉。打掉，把这个争掉。嗯。这还得补一个吧？对，有吃的好像不太干净。对，这样的话，黑棋再走别的，嗯，这也是一盘棋哦，一盘棋，黑棋的一种选择，嗯嗯。那么，其实我觉得当时段打那个也是可以很好选择的。现在长这个呢是这个黑棋啊，樊云诺啊，他觉得长这个可以考虑的。哦。实战就黑棋单长那个，对对对、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之一，是吧？这个地方、那黑棋长这个的时候，刘老师，嗯，他能不能走这儿呢？走这儿啊、大概我不跟您转换了，是，然后他再长一个，长，对，这个就比如说他靠一靠，这样呢，就是说是不是觉得好处理一下？好处理一下，这样，应该说这样作战的话，黑棋。相对好一些，嗯，相对好一些，嗯嗯，这样作战黑棋啊，小尖一个，哎、慢慢往上、头畅一点，对，是的、头畅一点。而且呢，就有一个问题，白棋假如说这里压的多了，那、那块棋啊，你得考虑它的生死问题了。那块棋还有，人家随便走一个，不说走到这儿，我就算走到这儿，对，没有活呀，对，这是没有活的棋。是的。嗯这个棋可以单长出来是吧？单长可以考虑啊，它是单跳的，单跳是的，自补这个、这个也是常见的一个一个本型，没错，是吧？单跳一般是有毛病先补一个，是这样，它就作战是常见，因为你从这面走啊，它没有路，嗯，是吧？看你怎么走，嗯，现在白棋从这面打，强硬。强硬打吃，周鹤阳啊，也是个强硬派的，哎，他是喜欢作战的，我是这么感觉。哦，嗯，周鹤阳是喜欢。棋下的很冷静。也是个力气力量棋、对，这个现在年轻人呢，成长的快，像周鹤阳这个年龄啊。虽然不大，但是他已经算老将了。对，而且他在就是这个复赛当中啊，他是年龄最大的一位棋手了。啊，最大的了，已经最大了啊！而且其他的大部分都是90后的棋手，已经找不到就是70后的棋手，就周鹤阳一个，可能80后的有几个，但很少。周鹤阳最近有点淡出了，我看很多比赛都不参加了，这个算是很少的啊。对，现在白棋这么打呢，让黑就进攻这个黑棋，嗯，哎，因为这个有的子啊，对，黑棋这就是作战了，黑棋尖冲。是的，这是拼实力的一个作战，这个是真的拼力量。嗯，拼力量。哦，这个地方对，之前他脚上那个点方点过一下，对，这个是先手，跟他交换过一下，这常见的一个。对，是的。嗯，这个次序是先点过，然后这个黑棋现在就是，这个跟这儿对跑，嗯，比较复杂。你看这儿也有棋，这是比较乱局。嗯嗯，这个喜欢力战的棋还是很喜欢这样。我不知道您对范云若是不是他的棋看得多不多，对他的棋风了不了解，因为他一直在上海队征战这个围甲，现在也算是上海队的主力之一了，所以成绩也挺突出的，作为90后的小将，是，不知道您对他是不是有什么了解，有了解是吧？因为这个说到这个小范呢、我因为曾经带过他几天，哦，是这样，因为在一个他是在那个知音会的之前呢，啊，还是什么比赛？我是有一段啊，他这个哦是这样，带过他们几个，就他就还有上海的那个，上海的有还有个范廷钰，哎，范廷也是上海籍，上海的，哎，他们几个就是找我复盘，哎，有过一个，所以我对他这个棋，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现在成长这么快，嗯，还在小的时候啊。
他这个棋呢，这个有点像上海那个棋手那个比较精细，比较精细是吧？嗯，这是上海棋手的典型的一个特征哈。对，嗯，现在尖冲，白棋粘上，嗯，普普通通吧。对，这不动，现在接住了，黑棋压一个，压一个，因为这样动劲儿呢，那面有个打吃。然后这个是常见形状啊，搬一搬住，对，这个时候不能断，断了被搬进来，这是黑棋希望这样进行转换，对，所以这个棋要顶，嗯，哎，黑棋粘住，这比较普通吧？是的，嗯，然后白棋就先靠了一下，靠一个，对，对，这个不能搬，搬了被断了，这个是正常的形状。就搬这个的话，白棋会马上把它断掉，对对，这个是这是不行的，啊，这黑棋不行。这个是必须长一个，嗯嗯，对，这个时候，就是对这个黑棋怎么进攻，嗯，哎，因为你往这面走，它往上往前走，这个白棋也是，这个也有负担，对，好像跟它是处于一种对攻的状态，对攻的状态，也不见得就谁攻谁，对，而且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又暴露出来，就是人家如果这里长很多个，你那块棋立马就有点危险了，看起来。这个时候是比较，而你往中这面走呢，它这个走，嗯，这样呢，它就从这面搬，这是黑棋也喜欢这样。黑棋有可以借力的地方。借力，比如说它就走这个，哎，互相攻进攻，这也是一种下法，哎，所以。黑，你要走这样，他就跟着跑，往前跑，对，是吧？嗯。所以白棋这个时候下的也很强，他直接就在这个地方，啊，直接用别的地方，他能够黑棋有接力的顺势，嗯，现在直接这时候硬来，嗯，看起来强行进攻。周鹤阳今天这个。强行进攻，不想示弱，至少是哈，觉得跟90后棋手斗力，别以为你们就很厉害了，这个力量很大了，我也不惧你们，至少这个棋体现出这样的气势。对，这个很强硬，这相当强硬的，靠住是吧？对。哎，那么这个时候白棋是扳的，白棋扳。对，你这个棋如果虎啊，它是可能会打吃，然后它接上。他会冲过来，哦，冲过来，嗯，那他就单断吧，对，单断好一点，粘上，然后把这个吃掉，打吃，对，哎，这个棋，那这个贴住好像黑棋不太好办，这个、而且里面气又紧，这是白棋希望，是的，是的，嗯，就是硬的给你包进去，对，是吧？嗯，硬的包进去，这个比较强。对，是吧？成这样好像黑棋不好办，这比较强，他是希望这样，嗯、所以黑棋想想办法，黑棋想办法要。嗯，那么黑棋这里能不能单长呢？如果单长，嗯，他可能会挖，您就直接挖断了，直接挖断，有可能啊。嗯，这个也比较强。我想想有没有办法，也比较强吧。是打这个吧，打吃，那就打这个吧。哦，这个棋说是我这个。可能被你打出来也不见得，对，我不见得好。贴出来，如果这个我看看，也未见得，就是打出来的话，这底下肯定先损失了。先损失啊，这个棋如果贴一个，嗯，先挡住。先挡，贴一个也是可以考虑，因为你虎的话，它有可能挖断。啊，对，是不是？有可能，粘上那就不一样，粘上这样。那黑棋能不能直接点呢？哦，现在点了啊，这样。那我就如果这样，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了。哦，这样哈，如果这样，嗯，那如果黑棋外面都死了，是不是太大了？太大了。嗯，这断一个好像有点不合适啊，只能这样。对，这个可以，这个有个挖断。嗯。这个你的从这儿，那就脚上。这个吃的不太舒服，这样吃的有点。嗯，亏损觉得不舒服啊。嗯，黑棋太亏损了。嗯，这个脚受伤。哦，是的。嗯，这也是一个变化。对，是吧？嗯，这个地方的作战的变化相当多，有很多很多的选择。是的。这个一般的情况，嗯，像这个棋呢。都不愿意这么就范，因为还有断了哈。嗯。一般的情况就如他们实战那样。
哦，那个是比较一般的情况，正常的下巴要总想走一个就是效率更高的，嗯，哎，更高，断一个，对，效率更高。那断的时候白棋能不能再长呢？比如说我想、你再长想办法，那么我就下法不一样，把黑棋全给圈进去，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这个棋现在就不能打了拐了，现在双吊这个棋啊，它还有多种下，比如说我走这个你会长一个，也有可能他先打一个，先打出去，对，那如果转换，哎，对，这样转换走这个，哎，这也是一种下法、然后你可能粘住，有可能，我也不知道。粘住不如被打，被他收气嘛，是的，打完点、是吧？他再点。这个呢，就又是一个转换、这个我觉得黑棋还是可以考虑。对，这个转换的话，把白棋这两个子搁在外面，哎，然后这个角地你这里还有断，对，这个吃就给你了。是的，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转换。这个我觉得比较赞成黑棋。赞成黑棋、嗯。那么好，那么你这个棋呢就长一个，嗯，我这个虎一个，嗯，这个呢这面有打，这面有点，啊，那这个白棋就不好防了，不舒服。对，二者必得其一。对，他就进来，就是比如说这个，嗯，是吧？比如说这个啊，好，再就干脆就这样尝一个吧，这个冲断你也受不了，是吧？哎，他就我看飞一飞，已经很温柔了，这样就已经不舒服了，嗯，是吧？白棋已经不好办了，现在，哎，对，这样走这个这都不舒服，这个脚上搬了有点，对，那黑棋自己做活就不成问题了，对，这个就白棋比较被动，是的，嗯嗯，所以他如果断。断你长就想断你长了呢、黑棋这么有这样的扭断就这么打这样黑棋这个选择可能是比较希望的你再成黑棋是吧、是的所以黑白棋这个棋也不肯长了长一个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第十二届唱棋杯中国围棋公开赛复赛第二轮的一盘对局，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周鹤阳和范云若。那么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黑棋刚刚在这儿十字扭断，要腾挪处理这块孤棋。那么白棋接下来要怎么下呢？刚才刘老师为大家讲解的呢是这个长，觉得它不好啊，长它会打，对，是的。现在白棋不管是长这个还是挖打都不太好。这个就是黑棋有的棋下，你走这个皮掉、是吧？这个棋，所以呢，白棋不会长。对，是的。嗯。那么实战白棋的选择呢，就是吃这个，先打一下。打一下。其实估计他吃这个的时候也已经想好了，就是黑棋多半会长的。对。长完了之后呢，白棋就打算先把这个给吃了。这个比较强。先吃掉它再说。这个时候呢，嗯，你如果长被它这面走了吃掉，你的味道不好，所以必然是会走这个。对，是的。那么白棋提掉了。对，打吃。这又没有劫财，肯定粘上。对。然后黑棋打这个，这个进行一个转换。嗯。那现在白棋这个子现在不能长出来吧，刘老师？如果长，那么他这个把这个吃掉。哦，他就这样打出来就行了。嗯。粘上是吧？那这个白棋好像要跑的话，也不太舒服，至少是。这个棋因为这基本上就、你就不能弯角跑已经不行。这太……大概你走这个被我吃掉，有点太勉强了。这个吃掉，对，你要走这个也是吃掉，嗯、吃掉，白棋不满意，因为那个是棋筋。是的，是的。他两块都没活的时候把这个吃掉，看着十多目，但实际上它很大。而且呢，这个角上还有个点三三，不要忘了，不要以为这块空就是你的。对对对，有个点三三。是的。所以他这空也没有围住，那么这样看起来呢，白棋也不能把这个子跑出来。是的。那如果说照这个结果来看，这个子现在不能跑了，白棋当初这个大跳是不是，稍显有点张牙舞爪的那感觉？那也不也是作战，他。这么走了，为了这把这个打通了之后，把这个子留下来，也是一种作战，也可，也是一个作战的一个什么，也可以，也可以，
就是作战，你不能都要，只能求一个平衡，对，觉得求其利大的有利的一方面就行了。现在白棋这个跑出来也很硬啊，也很强啊，贴出来，贴出来很强，对，贴出来黑棋，你如果搬它就跳，是吧？跳的也挺舒服，这个棋就得提了，不提你长它被它跑出来了。对吧，提一个关键还是假眼，这走这个这么进攻，他俩拽着你两块，这个跑出来很大，对，拽着两块，这都一直保持着攻势，没错，这边要打，这边要飞，也很强硬，也很强，这白棋也可以，也可以，这个时候，所以要看接下来这棋怎么进行，是吧？对，还是要这个力量，比力量，黑棋呢，单提提掉了，对，然后白棋长了一个，对，头长出来了，现在是，还不错。刚才说搬了他跳虎也不见，他现在这个走成这样，黑棋飞了一个，对，是的。这样的话，黑棋还是紧追不放。这个棋关键，你这个棋还眼位这个不明确，这只是个有可能是假眼的，是，提了是很厚，但是假。所以说，我说这个被震到这儿也很强，我在给。黑棋白棋出招是不是跳一个？黑棋跳在那儿补是吧？也是，这样好点，这样头出的会不会快一点？这样就没有这么厉害的震了，对，是吧？是的，现在我走在这里，这边都一样，这边没关系，是吧？这本身我提了，你也是这样，这个地方一样的，以后黑棋挡一个先手，那么就是中间这个，你这个好像也蒙不住啊，这个人家不是很容易跑吗？靠一个，不，他可以。拐一拐，他先拐一下，走一走，这样是吧？然后再蹦，这样好一点，是吧？那这应该很容易出去，好一些，看着，好一些。那么单提被这一长一走实战，我们看实战，这一长一提，他白棋又继续，然后再很强啊，很强。白棋下的挺强硬的，就是说，就是说，如果说像普通的下的话，还是有点担心那个地方被人家拆一，他接下来怎么用？但是黑棋这个先脱不了手，是吧？这块棋比那个大，对，这块死活的问题先有个交代。是的。这个紧追不放。这个很厉害。这个很厉害。是的。黑棋需要有点手段才行，因为这一块棋的确还没活。对，没错，眼位没有，所以说这个头出头跳一个，我是觉得跳在那儿不行，跳那个，这个提稍微轻率了一点，好一点啊。他实战是靠，现在是先点了个三三，他先点的这不失为还要便宜，他想这里边有断的，对，瞄着你，试你应手。如果说白棋挡下来怎么样呢？挡也是一招，但是这个有点利用。有点利用，比如说他是不是单立一个已经是先手了？他就说以后搬一个，以后搬一个也是瞄着这个断，要考验一下，仍然有断。现在这两个交换呢，这个如果你再走这个的话，他是一下子一步棋就活了。对对对，一步棋活是，有可能是搬一个。这个棋白棋就直接的补这个断，对，因为这个断要活棋。白棋下得够强了，就看起来。黑棋不管怎么着，这两位就是说我以后留着个活棋。反正以后呢，白棋就打算一手棋我就吃到这儿了，直接把你全吃掉。那是是这样。你不走的话就这样，反正我这手棋呢，现在先要挟你这块。你这块棋现在再不走的话，那就已经是岌岌可危的，估计要死了。一步棋这个是死的，如果交换一招呢，再吃就有点麻烦。那你再搬他有个，那边吃了，估计有这个问题。是的。点呢，就是他沾上这个有这个问题。所以交换很难说。现在白棋补，黑棋要必须处理这一块了。黑棋现在靠。对，这个地方作战。又是断。是吧？他用的还是刚才那招。对。那么他现在断的时候呢，白棋现在啊，因为中央这块棋很薄，所以呢，不能让他往那边出来。比如说被人家这么爆掉这个子，他肯定是不行。是。所以一定要把中央这条线先封死，先藏在这儿，先把它隔开。隔开。这个白棋很强。对。很强，很强。是的。白棋。黑棋长一个。
白旗贴住他。对，那我怎么看着白旗一副想要杀人的样子？是有可能，这个真是有可能。因为这个黑旗哪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有点苦，可能这个旗有点轻率。被照进来真的是搞不好很危险。很危险，这个真是很难说哈。对，很危险，旗的生死。黑旗先在这儿飞一个，对，飞一个，你别的也没有办法了，是吧？对，也不好弄，别的也不好弄。看起来，他是这个，贴一个去他眼位，对，这个补联络，然后再爬一个，爬回来，这个地方，白黑棋的眼位现在很危险。是，就刘老师，我刚才在看白棋能不能下得过分一点，比如说直接虎一个。如果走这个，他会双一个，然后再把它冲死。冲这个，好。那不就看起来自己的形状是不是好一点了？这个棋，这一扳是不是要出事儿啊？这个棋啊，对，这个扳要麻烦了。哦，这个扳要麻烦了，这里要走这个，这里要爬。哦，那这是最黑棋最希望是这样。那被扳一个就完蛋了。对，这个黑白棋就麻烦了。所以这个不行，好，看起来直接的方法。对。所以说他贴了一个在这儿，贴一个，对，也是行。这是个棋形，好，爬过来，对，现在黑棋长了，长，不能一味做活，一味做活也很难。现在长呢，就要拽着白棋走，这个再不走呢，这个地方有挖了，对，挖了断掉就不行了，对，断掉这个棋就白棋飘在外面就完了，所以白棋要补。白棋单粘，单粘补得很凶。对，他补得挺黑的。对，这个比较那个什么啊。这个时候呢，黑棋啊，他在这个地方挡，是挡一个吧？他先点了一下。先点一个，点一个，这个地方是要冲断，是吧？白棋要那个俗的，要，先手补断。这如果说白棋粘上想要跟他杀气的话，是不是看起来不这个太乐观？先手完了之后被他封住，这个棋黑棋比白棋长。哦，是这样。黑棋比白棋长。黑棋要有眼。白棋补，黑棋把他封死。这个两个，你看白棋这个黑棋明显比白棋的气长。是这个不行的，所以要这个来个俗手啊，他走在这儿。对，然后黑棋又挡了他一下。对，这个棋呢？要走，不走的话，这个是先手，对吧？走完这个之后呢，再一夹，这个一夹，这个黑棋这三个掉了，对，因为你搬它能双，你走这个它能夹，对吧？这个，对，这个就完了，它就粘，怎么走就粘上也都可以，你冲不断了，是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要是能够杀黑棋这三个，因为有这个病。有这个先手，所以呢，黑棋的卖这个棋呢是先手。如果这个白棋不理，冲一个，再一夹，靠在这儿。哦，这棋单靠就行了是吧？单靠。哦，是这样杀的。应该对。对，这个靠一个也是死了，这样。也是死了啊。是这个啊，这个地方有杀多种杀法啊。没错。这个是先手。所以他这个是走在这里，他挡一个，挡一个，对，因为黑棋现在是上面马上就是，人家弯完了，因为这个冲断已经补掉了嘛，所以接下来白棋马上就要夹了，所以他必须得现在先挡。对，必须卖一个，这个是，那要话这么说回来，在很早很早之前，白棋要把它挡，在动手攻这个之前，在什么地方啊？在这个地方。粘之前嘛，就把它在很久很久以前是吧？对，那样的话下不成这样了。对，那样是比较好。没错。哎，白棋这个挡应该是先手的，黑棋肯定会硬的，不然顶过脚死了。是。所以那个时候，就在这儿不是很急着急的时候，就比较缓和的时候，赶紧走掉，是吧？对，那会儿还来得及，但是现在肯定是来不及了，就没有功夫走那个。黑棋粘上，然后白棋呢得赶紧中间先贴出来。这个棋真的是啊，很复杂了，很复杂，这很复杂。如果行的话，这个棋啊，应该单靠一个，单靠这个，单靠一个，这样走这个，
这个顺序刚刚好。哎，他搬住呢，我正好断。您是这意思吧？搬住是不是这个都能出来啊？哦。啊，断也可以。这次得先把这个冲掉。啊，对，你要冲它这个，你靠的时候啊。嗯。冲这个，它可以转换了，就是说。如果现在白棋靠黑棋冲这个，那您就接上就行了。哎，对对对对，把这个、啊、把这个弃掉。把那边都吃了，那还是合适啊。弃掉、嗯，你这个吃这面吃掉、哎，然后再把这个角补了。哎，对，补掉、嗯，那是白棋可能觉得还不错。对，挺不错的。白棋就这样就可以了。是的。哎，把白棋应该这么走。嗯。应该靠一个。那么黑棋。这先走的、啊，白棋走的这个，白棋走这个，嗯，是的，嗯、好。然后黑棋小尖，小尖，我想它是尖的。这个棋，这个棋呢，它就这个，他说是应该走这个，他应该爬回来，爬一个。啊，那真够狠的。哎，你补一个，补回来，他这儿不是有连回来吗？对对，连回来，他再来冲了，把那个转换。把这个吃掉，等于说把这个角先活了。哎，对，活了个角，把这个吃了，那面给你。哦，他希望这样。真够黑的，这是。哎，就这样。把这个吃掉。嗯，这角就算活了吗？哎，他说，他说先虎到这一下先活了，对，虎到这一下活了，哎，粘上，然后把那个走掉。是的。哎，这是他希望走成这样。理想图。哎，理想图对。接上。如果粘上，他就搬。搬这个对，然后再靠它就再靠的话就冲了，嗯，那这样不行啊！哎，这样它走才能打，啊、是吧？这是，然后吃的时候呢，吃这个的时候，你靠的时候，它把这提了，那面给你吃。哦，转换了。哎，把这个脚活了。白棋吃那个粘在这儿。哎，他把这个提了。把这个拔了。哎，对，这个脚已经先活了。对，这是白棋黑棋最希望走成这样。嗯嗯，他说这样呢，走完之后把那个还能活那个。对，这是黑棋觉得还可以，这是他的好机会。嗯，那么实战，我们看实战啊，他是走的这个。对，然后白棋挡。这个是这个白棋不能硬来了啊。啊，这个不行。这个硬来不行。是的，接住。哎，如果你再这样，他被他搬下来。啊，这个外面都花了。哎，对，这是黑棋希望你走的。如果你走这个，他双这个你也受不了。对。这个下来也受不了，嗯、所以这个时候是不走，最佳实战，走这个。然后他虎，虎一个，对，白棋侯住，侯住，这团团住是吧？哎，他不硬，这个搬粘也受不了。对，这个搬粘搬虎了，这个味道搬粘这个都受不了，他走这个还得必须要走，挡下来。这个看似下来了，实际上他的脚上活了，并不便宜，不如黑棋活脚啊。这样呢，一来去插木了，对，这个木数差很多。对你再吃三个就已经不同了啊。实战就这样吧。对他白棋先靠了一下，先靠，对靠，这个时候黑棋吃这个呢不肯，嗯，黑棋不肯了，因为再吃这个角，这个已经亏了，和刚才那个不同了，现在转换就不如刚才活角，先是活角，所以先顽强，嗯，顽强了一下，嗯，是这样，实战这么下的啊，嗯，然后把这个提了，提了，啊。打了，打了，接上，他还顺便先走了一下，把那个给立了。这个棋呢是黑棋立，这个黑棋这个立呢就过分了，有点过了。哎，这个过了，就在这个立的，哎，这个立是想这个脚上啊，嗯，以后有官子，嗯，他不想，比如说你就算挡着吃了以后吃起来有个收气的问题，哦，其实他这个一下就能吃着。嗯，现在因为黑棋立。然后白棋来进行做活反击，这个地方很复杂啊。嗯嗯，他冲了一个黑棋小尖。对，走这个，然后接住。对，嗯，这个棋不走是有一个加死棋，单加就已经死掉了，单加就死了，是吧？嗯、单加，你看这个有打吃，你只能粘，这一冲就一度过，这是死棋是的是的、嗯、啊。但是呢，这个棋白棋补在这里呢，防止了那个加，这时候就活了。对对，这里面就活了，它能补在这里。没错，补在这里呢，你这个眼位差。啊，是的，这黑棋底下其实是一个后手眼，它虎了一个。它点进来就硬杀了这么一个大龙，这个一下给圈进来了。嗯，我这个是活了，那个虽然你这个黑棋有活，但是这个
不得了，这是主要的。对，现在就说你黑棋已经没有眼位了，对，只有一条路，就要硬杀硬杀白棋，这个就是一个作战的那个事儿，这个是黑棋很危险，现在被逼上梁山了，黑棋危险，危险的原因就是这个，不要走，不要走，对，只能走外面，对，是的，所以现在呢，黑棋把它扳住了。这个时候呢，刘老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单粘一个的。如果单粘啊，单粘是怎么回事啊？哇，这个太复杂了，这个太复杂了。我看啊，单粘、如果单粘，比如说这个，那就不一样了吧？现在，那我再扳呢？哦，假单，但是我单断一个，我好像招法很多了。招法很多了，是吧？因为。如果我能跑出去的话，黑棋这块就死了。对，这个是对，对对对，你这个，如果跑出去，那它肯定是就完了。啊、我看啊，你要是走这儿的话，我就顶住就完了。我这个长先手，我顶住怎么都，这里面能杀赢？我觉得好像黑棋杀不赢吗？你说哪个？如果您挤住我的气，你可能是搬这个，走这个。啊，对呀、啊。走这个呢？啊，走这个那松一气我更高兴了，那我就顶一个。这个气不够了。对啊，这肯定不够。气太紧了、这个肯定不够了。我看看，这个只能是，他是走的那个啊，我只能是。如果您现在挡不行啊，我断一个。啊。因为这儿还没有气，还没有紧住过。对。所以我就想着他走这儿黑棋怎么办呢？我就纳闷。如果您挤这儿，现在挤这儿，我一拐就行了。实在他是我怎么觉得他先搬一个先搬的对不是他说走这个就可以哦先狗这个是吧走这个然后拐住不是走这个你的本来是贴这个那贴不住我先贴这个你我断打他这个看错了这一断打就这个棋筋不行了、是吧只能走这儿走这儿呢就再打一个再打啊再打了啊接上走这个那我断断它可以粘哦这样可以对这样挺好的走这个它有个扑对对对哎你走这个它吃、就先吃一下然后再吃外面正好是一起闷吃死了对这个是黑的不行那但是你说的那个也是可以的对我觉得它单粘不也就可以了吗哦我很奇怪我这个棋我看它为什么不这么下哎这个实战他下得很奇怪这个地方我怎么他是先扳了一下然后被断了然后这样对但是黑棋看起来很破碎的样子但是发现人家可以硬挡住你现在这里不能被吃痛这是棋筋所以就要挖打这挖打是接上是那个什么不好就单粘好这个没有必要跑差一个劫财、这个、不止差一个了哦哎这个是特别的这两个不要、哦、差多了哎这个走这个他实战是这么走的这个也有点这个地方错来错去了啊对现在黑棋没想到是直接走这个走这他以为黑棋怎么都不行了你走这他以为怎么都不行了、其实那个单粘你那个单粘也可以、长这么实战就这么下的打劫了对对对对对这个打劫成为一个打劫黑棋很顽强的打劫黑棋这儿有劫财现在看出来这两个不交换对、特别重要为什么因为你这个不是劫哦他就这个了哦原来是这样啊你这个不是劫了因为你现在这个是半个眼啊这是个后手眼你如果然后他还是死的如果走这个他把这个这也挺妙的对这是你吃他就这个对对对这个就全部给你全死了全部吃掉这个都哦那这个就没冲一下很重要冲一下这差距太大了对对对正好能够把你全部给吞掉这个全部吞掉嗯那么这个棋啊所以他这个先打掉是一个失误、失误那么就成为一个这个情况啊打劫了现在打劫现在提劫黑棋冲一个是个劫再提提回来对他把这个长出来白棋长是个劫只用这个再提那么再扑一下又是个劫那么再提对是吧他现在断一个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长这儿呢长他可能拐住吧拐吃那个对那这边不是还是有很多劫财吗劫财很多之类的他是觉得劫财够就行了他觉得劫财够
然后还有长一个，对对对对，然后棋，对，是再铺一个。铺一个，这个时候已经黑棋是算是最后一枚劫材了吗？的棋，这个时候白棋是切的，他看错了。啊、哦，我也觉得是他看错了。看错了，这个棋应该是顶，这好多个劫材、啊。这不劫材劫窝吗？这是一个。哎，这个劫，然后黑棋只有这个劫，但是这个劫呢，打起来白棋可能胜算还可以。对、啊。他关键是看错这个了，他走这个之后呢，觉得可以。嗯。这个长是先手，必然是个一个加死。就在这儿看错了，他走到这儿，哎，对对对对对，啊、哦，这个是他是要命的看错，他是走在这儿，啊、哦，然后实战就这么下的，人家小尖，对，这个，这个挤一下，再一挤，对，他看错什么地方呢？以为这个夹住，但实际上这个不成，差一点点，冲一个，冲那个，对，对，挡住，然后打一个。接上，对，正好差一口气，走这个，差的也不多，我们看看啊、哦，走这个，他这个棋，这个是一个，一路是，正好长一个是吧？这不行了，这个不是他长在这里的时候他就不行了，为什么？这一拐打，因为这儿气不行，这儿有个打吃啊、哦，是吧？对，这儿有个拐，总是差一下，你紧气被走这个，你要走这个呢也不行，这儿一个闷死，对，白棋怎么都差一气。你这儿三气，他这儿两气，又是差气是的是的、嗯。就在这个时候，当一看这个棋啊，夹看错了，贺阳看错了，一看这个夹不死，就完了。他后来也实践了这个棋，走在已经被罚了四点了，已经被罚四点了。对，当走在侯的时候，夹不死的时候认输了。对，这次实在是有点可惜。对，确实是很可惜，下成这样的。下成这样，对，下成这样。这个棋反而是被黑棋全部，把这个都吃了，你看看。那么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呢，就是执黑的范蕴若是非常幸运的中盘战胜了周贺阳，杀入了这个畅棋杯的本赛。好，我们今天呢就为您讲解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